国巨星宋慧乔近日频频出现在荧屏中，现身在首尔仁川机场，去香港出席品牌的开幕仪式及派对，可见我们的女神人气真是旺啊。刚与老公梅晓聚几天又要分离出来工作，宋慧乔身穿米色风衣外套，下身穿牛仔短裤，脚踩衣又白色高跟皮鞋，这次的整体打扮不能太好的修饰她的身材，风衣的长度盖过了牛仔短裤，感觉是一大败笔。现身在首尔机场，虽然她戴了口罩，但是眼尖的网友还是在人群中发现了女神的身影。宋慧乔在几位助理的护送下匆匆地向机场走去，路人镜头下的她身材显得有点娇小，白色的高跟鞋并没有很好地展示她的腿型，两只腿明显感觉有点粗壮，而且皮肤也有点暗沉。乔妹在场机跟身边的助理似乎有说在笑，今日出席活动身边并未见老公宋仲基一起陪同。侧面近看乔妹的腿型，总体来说还是有点瘦展结实的，她背了个布袋，今天的装扮整体给人感觉更为朴实，虽然人群中显得有点娇小，但是女神宋慧乔走路的姿势还是比较优雅的，米色外衣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少女味十足，一点也看不出已经37岁了。走在助理后面的乔妹小鸟依人，虽然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，但是依旧给人感觉青春靓丽。